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草西道馆这边的一个小解谜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啊，在这个草庐镇的左边啊，这边有很多石碑。我们跟这个小女孩对话，小女孩呢就会跟我们提到一个谜题：调查石碑，其始于草，由强之弱，追寻两次。我们只要和这些石碑交互呢，就会告诉我们一个对应的属性。那我们从草系开始，追寻两次，由强之弱，就是按草、水、火的顺序去激活对应的石碑，那么这个谜题呢就解开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草开始给大家跑一遍三个石碑的位置。解开谜题以后呢，我们就拿到了一个达人带啊，这个东西给宝可梦携带之后，就会提高效果绝佳时候的少部分的招式威力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简单的分享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一个顶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